华人世界新闻电通报道，一心立志朝主播台发展的卓君泽，喜欢各种挑战，自我勉励，人生就是要过得精彩。这股不安分的灵魂与 FILA 不畏挑战成就传奇，本年度宣言不谋而合。卓君泽每天早晨睁开双眼，习惯性的要求自己持续吸收新资讯，大量阅读外电新闻，勤做笔记，重点就是希望能够给荧光幕前的观众更丰富而深入的专业报道。FILA 同时号召女性不出冷气房，以更清亮、更凉感、同时更防晒的运动服饰作为强而有力的后盾，期许更多女性投入各种运动领域，尽情挥洒汗水，发光发热。